让我驾驶祥云轻轻去载你的梦，不知迷失在那星空般的瞳孔。都说玫瑰的告白最让人感动，用炙热的眼神发出爱的邀请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香梅，为了你时刻准备着。来吧。睡什么？不管他，走吧，再不走就糊锅了。风萧萧兮易水寒。哎，大北，风萧萧兮易水寒。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但愿陈浩伟能够有一个骗子应该有的担当。金总，朝哥，朝哥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可以去相信一个骗子的演技和良知吗？你不会怀疑我跟永盛合作的诚意吧？啊，不不不不，我女朋友现在跟一个骗子在一起。干什么？合伙骗人。陈浩伟，不是你啥钱姓陈了？啊？咋？你妈突然改嫁了？赵哥。白墙的最著名的网红曼丽，参加过永盛集团的年会。嗯呢，倒酒端菜，我服的老好了。还有呗，郝佳美，我没寻思到你能欺骗我纯洁的感情。赵总，请稍等，你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。上个月。房号不六号吗？那咱俩在木屋子喝酒唱歌，老高兴了。可你在不远的过去曾经告诉我你不认识他。可断片了。小林呢？金总，是这样。我有些事儿要失陪一下，金城照顾好金总啊！我先失陪他吧。你让陈公子冒充江城首富，你还给我丢脸吧？哎哎哎哎！别别别！你别给我整这梨花带雨这一套。今天陈瑞要是不来，要不给我整口烧刀子。要不你跟我喝。哥，我咋的？你俩到底谁给我喝？我给你喝。你谁呀？你还在这儿？滚一边来！不是，那你说话了吗？不是你谁呀？你上来干嘛？郝总。为了江城打工死地啊，郝总，身为江城首富，我有义务帮你谈判。你金川帮吗？你不用当陈浩伟的金山女友了，算是保住名节了。我知道你是干饭人最优秀的外卖人，可你外卖送的再好，你也不可能成为江城首富啊。可谁说首富不能送外卖？拉倒吧，瑞成，你要是富豪。我把这杯酒连杯子一块喝肚子。程总，我记得你倒酒倒得特别专业，对吧，曼丽？哎呀妈呀，您这记性咋这么好呢？赵总，我陪你喝。
赵总，不用送了。哎，程总，那个，这个是收据啊，这个粮食明天保证到位。赵总，我替孩子们谢谢你。说啥呢？这粮食孩子吃跟我爸爸吃，那不都是吃吗？赵总再见。你慢点啊，程哥。程总，就慢点啊。赵总，你听我的语气像开玩笑吗？我说一个人，这不小心把酒杯子喝到肚子里去了，这应该挂内科还是肛肠科？这个，你说谎。干嘛突然壁咚我？这是给首席干饭人的奖励。真没想到啊，你居然提前买通了那个网红，让他给你当托。你怎么那么聪明呢？我自己也没想到。瑞成，因为你的巨额投入，精湛演技让我深受折服，所以我好下面决定，今天我下去。答应也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我没有不答应，我只是想说，其实我是真的。你娶我也得娶我，不娶我也得娶我，就这么定了。婚后你要是敢背叛我的话，你就会像这个易拉罐一样。看见没有？我尽量。其实我真的。怎么了？